锅鱼吗？今天没有无锅鱼啊哈，无锅鱼，我龟啊，我龟啊，我龟有啊，有，熟门有，赶快来。哎，王胜敏的 Wendy 早。我们这些你搞讲啦。不能走了哈。有香鱼，鱿鱼圈美的小河，香鱼今天有卵哦，今天香鱼有。蛋呢？有卵。有卵呢、啊？对啊。啊，你唔知河中金龙那是要带卵香鱼吗？等去征收，等去征收啦，等去征收啦。小雨不管是房事还是另外一种房事，他都很懂哦。今天有香鱼哦，带卵的，有卵的，有蛋的、哦。香鱼怎么弄？用烤的就好了、哦，不要用煎的，用煎的不漂亮，不好吃。我先不贵。有什么好预售的？啊，那阮儿童要，阮儿童要投资建筑业啊，是吧？我无呢，我身躯顶拄好无。晚一点遇到儿童再叫他请教小雨，要请教什么啦？就预售屋而已，对不？嗯，头期款看你要贷1.5%还是2%？哦、嗯，那剩下的8.5%贷款，利息谈好，这样子就解决啦、啊。啊，怕出问题，花钱请人家验屋，就这么简单啊。房子哦，美男那些事情还要问小雨。房间对手帮我传了好，我很有表演的欢乐。帅以后。好 ，OK， 来留一份五桂啊、哦。五桂要留？系啊，啊伊即摆要过来，惊等下到位无，伊到伊惊到位无伊啊，啊所以留一份而已啊。你是房仲，我也太厉害，哪里厉害？买房子不是就这样子而已吗？一切都是利息的问题而已啊，没有宅配，没有宅配。有摆就好。我们包。刘国龙。刘国龙，钱到位，万事都 OK， 钱要到位，懂吗？
袂啦，伊内底有一张纸，甲你分开啊，免烦恼啦，毋是面，啊毋是规碗，甲你包做伙咯。为什么有资产的人容易买房子？很简单呐、啊，那个评分标准就是高啊，轻轻猜猜标，银行干姐都贵啊。就像我在办信用卡一样，我在办信用卡。李先生有没有在工作？没有，我没有在工作，我已经13年没有工作了，因为我没有新转嘛。他就问一下有没有不动产，然后有，好就过了。啊，国龙那边出钱了。为什么有钱人可以房子接着一间接一间？土城明天会去，明天会去。有钱人为什么会越来越有钱？很简单，请问一下，一般人是贷款贷完之后，房贷缴完之后，他就觉得啊，我轻松了？没有，在有钱人眼中就是，我会使贷个紧绷，或者贷个紧绷。然后呢，我一部分拿去投资股市，集三集，安尼啊你啊。有人缴完贷款之后就不会再去贷款了，对我来讲，我会觉得我为什么不继续贷款？反正现在利息这么低，你可能会觉得啊，如果升息怎么办？啊，如果你有收入的话，你怎么会怕升息？五块有捞不？捞一分啊啦！买房子是跟银行拿钱买，没有。投资就是拿房子，已经买好房子的，然后还能再贷。那就带出来，投报率够的话再进去投资。中间会要调什么？为什么会有这句话？选择不比努力重要。说选择比努力重要。今天有一个阿伯，他说：“当我男朋友给你3亿，你会不会答应？”马上答应，这就是选择。选择比努力重要。我又在。
讲一干掉。下雨不来了 ，OK。五月以后使不？五月以后还袂流吼？免流啊。落雨袂来。很多银行贷不出来，民间贷下场就是法拍。没事，不要找民间贷啊，利息差那么多。信用好的人状态是怎样？每个月会被接，会接银行的电话记录啊。叉叉先生，保先生有资金的需要吗？都我要跟你讲。钱比什么都重要。因为钱能解决世界上99%的事情，除了人命，不能用钱解决。我说的人命不能用解决，是当那个人的生命是你的至亲的时候。要有定存啊！银行知道你有100张台积电的时候，他也会直接贷给你。大嫂，他们只是一个概念啊。问我如何打房，两个方案就够了。第一，实价课税；第二，保障租客条约，让投资人觉得房地产是一个不好的投资项目，这样子就够了。人遐大地，今日差遐济。啊，无差足多啊，大细。啊，数量差足多啊，你嘛袂使安尼讲啊。啊？
啊？鱼蛋怎样？没有没有，有人在问而已。并非买房下不了手，方能这几年房价真的是拉高很多。如果是这两三年的话，我也买不下手。我只能说我运气好，还没我买的那一块是刚好人家缺钱急着出手，被我买到。其实我自盖自建其实是有故事的。哎，国荣这句话不要说得太满，有时候一个政策就可以让房子直接腰斩。如果是明天，哎，政府宣告下个年度开始房屋实价课税，你看涨不涨？这样讲，好的地点呢就贵，那就是呢距离跟房价，你只好二者取其一，这样子。如果以我的话，我喜欢住远一点，我不喜欢人太多的地方。所以我说啊，就是你的选择，要看你的选择。我现在一百块，两包一百，讲得靠。没有鱼标，文雄鱼标没了。最好解决一百块我啦。落天就不要上嘞，一百块，这样卖三包两百。好，限制拜拜。实价课税全部转嫁到租客上面，所以我要跟你讲一下，我就说那两个政策，小雨两个政策，第一你要实价课税，第二保障租客条约，这两个如果同时进行的话，房价一定涨。为什么会涨？很简单，保障房客条约就是说，你如果想要涨房租的话，拍谁哦？你要提出合法正当性的理由，说你为什么要涨价，然后经过法，然后呢，法院那边，或者是你提出的时候房客不同意的话，啊，那大家就法院见了。法院见怎么解决呢？哎，用法院去判呢，哎，你的涨价理由如果不合理的话，法院会把你打回票。所以你的转价是不会有用的。那这样子会不会腰斩？还有人来无？免台，当然，一个理想的政策要推动是需要一段时间的，但是等它推动的时候呢，那就很好玩了。所以我说，保障租客条约跟实价课税两件事情很重要。没有，大伙叫主吧。你们每年调房租是因为政府涨，你说的政府涨是所谓的地价税跟房屋税。但是你涨的这个东西不没有在实际。
钱你真的会买，新增如果是那个价钱你可以接受的话，那我觉得你就买了，因为你先买下来，然后呢再慢慢付的状态底下，付着付着付着，哎，你又找到一个新的点了，那新的点比你原本住的点好，你再把旧的卖掉，再去买新的，这样买新的再卖旧的就好了。永远要记得跨出第一步。看你安怎啦？政策真的太难，就是时间到跟不到的问题。所以要不然怎么会有那句话，理想是现实的现实的现实的，需要一段时间的。鲑鱼下巴，有啊，今天有下巴，不过好美的。台湾人最强的地方就是，可以为了房子牺牲生活品质，但是新一代的年轻人就不一定哦。我这一代我还会这样，可以为了房子牺牲一下生活品质。在我这一代跟上一代都可以，为了房子嘛，可以不要娱乐嘛，可以不要出国去玩嘛。新一代的年轻人是没不一样哦，先玩再说喽。然后再来这边靠，我也买不起大安区的房子啊。有雨啊，很棒。谢谢。好。天哪，你修了。小雨的意思没错嘛，赶快买。我懂啊，我懂小雨的意思，赶快买，有能力就买。捏着都要买。雨会不来吗呀？对啊，这边。Hey!
买房子就这样子嘛，价格、地区、距离，去你去做一个平衡点，在合理的价格里面选择你可以接受的地区，这样子而已、啊。在你觉得合理的价格，选择你可以接受